赤也滋，川也滋，美鱼也滋，我独滋，美鱼也滋，川不逞独滋。当第一缕阳光拨开云雾，洒向一片林海，连绵的茶山随着光影变幻，迈入新的一天。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的普洱茶主产区，一个空气中都弥漫着茶叶清香的地方。1978年，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普洱茶区腹地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植物化石，将这种植物命名为宽叶木兰。它生长于3500余万年前，是迄今发现的茶树物种的始祖。这项重大的发现将世人的目光聚集到这座普洱茶区腹地的秀美山城。绚烂的民俗风情成就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自然的慷慨馈赠造就了这里的丰饶富庶。人们常说，傣族柔情如水，而彝族热情似火。他们在这片山水间比邻而居，诠释着水火相融的别样风情。这里就是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傣文化协会会长周纪元曾主导翻译了景谷一带大部分的傣文古籍。在周纪元的眼里，这本名为《帕照底混》的古籍堪称为一部傣族史书。这些傣族古文字记载了2000多年前的传说故事，它勾勒了早期历史中景谷一带傣族先民们生产生活的面貌。开挖盐井，汲取地下的天然卤水，用大火熬煮，最终获得丰富的食盐，这是记载中傣族先民们掌握的一种生存智慧。景谷的一座小村庄中，匠人们沿用着世代传承的古法熬盐技艺，这座村庄故而得名香盐村。10000年前，一场剧烈的地质运动让今天的横断山脉从汪洋大海中一跃而起，而海水退去后，大量的海盐残留在地下的沉积层中。地质学界普遍认为，今川滇地区蕴藏的盐矿正是诞生于那场久远的地质运动。地处横断山脉南段的景谷，自古坐拥着丰富的盐矿资源，这为世代景谷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福祉。盐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南妈的忙我忙外地，傣族的先民们因为盛产食盐过着富足的生活，后来生活在这里的人将这片土地命名为蒙沃，傣语意为有盐井的地方。在古代，盐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与战略物资，控制了盐矿有利于稳定统治以及经济发展。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云贵高原上的南诏政权
据守着广袤的洱海地区，为了巩固统治，在古蒙沃之地夯土筑城，定名威远。这座已经消逝的古城池位于今景谷境内威远镇一带。唐朝时期，威远城扼守着通往滇西南以及东南亚诸国的交通要道，被视为南诏的南大门。当时威远城一带的百姓开始了规模化的盐井开采，直至清代，当地已有大量盐井。这一片带绿的山坳间坐落着一座仅有百余户人家的村庄，名为鲍母村。山村虽然狭小僻静，却有过一段十分荣耀的历史。清雍正年间，朝廷沿用威远之名，在鲍母村设威远厅，管辖今景谷地区。厅署就在鲍母村的段家大院里，那时还设有统管盐政的盐客大使，也常住在这里办公。鲍母村作为威远厅的行政中心，曾是滇藏茶马古道上衔接西南边关贸易的繁华之地。昔日，来自汉、傣、藏等各族的茶盐商旅，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12年，威远厅改设威远县，由此拉开了这片土地建县的历史。1914年，取境内的景谷江为名，改为景谷县。1985年，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成立，从此这片土地掀开了崭新的篇章。身为一名退休的中学校长，陈文顺老人多年来仍然心系教育工作。2019年迎接新生入学之际，他要准备一场意义深刻的校史展览。碧光中学位于景谷碧安乡的一座恬静的小村庄中，虽然学校规模不大，却是景谷境内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中学。1945年9月，碧安乡盟主村的爱国乡绅罗正明、林植中等人筹资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名为碧光中学。他们承诺免除一切学杂费，使得方圆百里的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带着子女前来入学。办学期间，罗正明亲自担任校长，并搜集来《进步》刊物、《群众》、《新华日报》等等，供学生们传阅学习。罗正明的创举与办学理念，在景谷地区播撒下了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种子。在碧光中学的校园内，一座中式木构宅院格外显眼，这就是早期碧光中学的学堂原址，名为迎西楼。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不仅承载了无数学子的求知梦想，也成为了宣传革命斗争的一座民主堡垒。1947年，中共斯普特别支部党员何鸿年多次秘密来到迎西楼，动员以罗正明为代表的一批地方爱国志士，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在日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罗正明、傅小楼等人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在斯普区领导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金秋九月，迎新祭
如期而至，朝气蓬勃的少年们聚集在碧光中学的迎西楼，感悟着家乡的先辈们开拓进取、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孟浙是晋南路地区革命根据地中心，被誉为四浦地区的延安，为边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牺牲。1948年6月，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共四浦特别支部碧光中学分支正式成立。在罗正明的安排下，多名地下党员以碧光中学教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在井谷一带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后，他们以碧光中学为秘密基地，建立了井兰六军政委员会，并成立了中共盟主支部。中共盟主支部统领井谷、澜沧、六顺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并四处筹集粮草弹药，伺机准备武装起义。从1949年1月开始，经过何鸿年、罗正明等人的周密策划，地方革命武装力量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一举解放了包括井谷、澜沧在内的四浦区。这场地区性的斗争胜利，比整个云南省的全面解放早了近1年的时间。一想到自己就要成为一个战士，我激动得长久不能平静。有一个最亲切、最珍贵的字眼特别吸引了我，就是同志。同志，这是一个伟大集体的代名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罗正明在日记中兴奋地写下了这段话。短短几行字，是他一生理想和追求的真实写照。这是碧光中学的一首老校歌，歌名为《碧岭英才》。它所迸发的豪迈之气，折射出峥嵘岁月中先驱们勇立潮头、奋勇当先的精神与信念。历经70多年的风风雨雨，这所中学所传承的红色精神，仍然激励着一代代井谷人砥砺前行。以象脚为形作骨，直骨起舞，动作或粗犷有力，或灵巧飘逸，节奏鲜明，不拘形式。这是井谷傣族最为悠久、流传最广的舞蹈——象脚骨舞。在云贵高原的深山密林中，傣族先民驯养大象作为交通工具，也用于生产劳作。在傣族人的心中，大象意味着五谷丰登与吉祥如意。传说古时因为一条蛟龙作祟，使得傣族民众饱尝洪水之患，后来人们合力杀死了蛟龙。为了庆祝胜利，他们剥下蛟龙的皮，仿照大象的脚做成象脚骨，用来表演鼓舞，这就是象脚鼓舞的由来。芒县村的谢红星是当地有名的制鼓匠人，周围10里8乡的象脚鼓大多是他亲手制作的。
谢红星常常带着孙子谢文平一起制鼓，这位年轻人对爷爷的一手绝活有着浓厚兴趣。以锤为笔，以铁为墨，任凭木屑在面前纷飞。年轻的谢文平已经掌握了按照精确比例制作鼓身的技艺。谢红星对孙子的技艺进步总是表现得十分沉默，因为在他看来，能否成功地蒙上鼓皮才是考验一个制鼓新手的重要标准。选取厚度均匀的上等牛皮，盖上鼓身，用若干根细皮条一圈圈地勒紧，拴系于鼓腔腰部，轻轻地微调每一根皮条，使其均匀受力。这个环节是让象脚鼓发出浑厚音色的诀窍。穿绳子的每个步骤就影响到鼓声，这个音质本身的音质它就是都掺杂在里面。在爷爷的指导下，谢文平小心翼翼地完成了所有步骤，终于做出了一面精美的象脚鼓。随着技艺的娴熟，这位年轻人渐渐从爷爷手中接过了制鼓技艺的衣钵，每制作一面鼓都是传承路上迈出的扎实一步。芒县村的凤正良是当地傣族人心中的鼓王，这个响亮的名号源自于许多年前景谷象脚鼓舞首次在全国扬名的往事。2001年，凤正良带领着景谷象脚鼓舞表演队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山花奖居庸关长城杯中华鼓舞大赛，并一举摘得桂冠，从此赢得了北有安塞腰鼓，南有景谷象脚鼓舞的美誉。传统的象脚鼓舞表演成员主要是精壮的青年男子，然而自21世纪初，许多成员外出谋生，表演队规模逐渐缩小，这让凤正良感到了传承的危机。这是一支全部由妇女组成的象脚鼓舞队，培训他们的老师正是凤正良。与男性的刚毅雄健不同，女性们表演的象脚鼓舞尽展柔情与妩媚。在老艺人们的带动下，景谷的妇女们基于传统进行创新，撑起了发扬傣族民俗文化的半边天。2013年，景谷的象脚鼓舞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铿锵的象脚鼓声响彻在景谷的校园里，这种根植于基础教育的传承方式，让古老的民俗艺术在这座秀美山城中焕发新姿。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澜沧江，以包容万物的雄浑气势向南奔流，穿过横断山脉的峡谷。当它邂逅光照充足、降水量充沛的云南西南部的丘陵盆地后，便滋养出一条盛产茶叶的黄金地带——普洱茶区。景谷就位于这片茶区的腹地。据记载，东汉时期，普洱茶区就开始种植大叶茶，至清代已是闻名天下。据传，清道光年间，景谷境内央塔村的村民陈六九从澜沧江上带回了普洱茶区的大叶茶种子，此后央塔村村民纷纷扩种这种茶树。过去啊，就在这个村
他从祖辈都没有半亩的这个良田，就靠那个以茶叶为生嘛。这个是咱们以前的大伯茶古茶山，要把这个茶枝带回去以后搞无性繁殖。景谷的茶叶种植技术人员李大昌正在向农户们讲解大叶茶的种植技术。央塔村的大叶茶品种已历经约180年的栽培，成为当地独有的特产，名为央塔大白茶。一般的大叶茶品种只有初春的嫩芽才会长出白毫，至成熟时白毫大多已脱落，而央塔大白茶自发芽时起始终是满披白毫，这一鲜明特征使其成为大叶茶中的稀有珍品。环境的变化往往影响着植物性状的改变，相对于澜沧江江岸海拔不到1000米的广袤茶区，央塔村有着近2000米的高海拔，这里山高多雾，气候寒凉，大叶茶为了适应生存逐渐进化出了一层可抵御寒冷的厚厚白毫，好比裹着一件保暖的绒衣。央塔大白茶的叶片富含丰富的氨基酸，在冲泡时与茶叶中的茶多酚、咖啡碱共同溶解，混合为浓郁的香味。现在咱们就要开始大白茶的无性繁殖的扦插了，在剪这个根的时候一定要在45度角把那个剪下来，不要剪炸掉。每年冬至，李大昌开始指导茶农们培育央塔大白茶的茶苗，为来年的茶园扩种做准备。在景谷民乐镇，茶农们大面积地开拓茶园，种植面积多达50平方千米，全镇90%的农户通过央塔大白茶的种植与销售走上了致富之路。悠悠岁月中，景谷世代茶农们为了将大叶茶卖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将一种便于存储运输的制茶技艺不断发扬光大。团茶起源于唐代，在之后的岁月中传入普洱一带，这是一种通过土法蒸压制成紧压茶的制茶技艺，传承至今已有1000余年。将炮制好的茶叶包裹成球状，双手来回搓压，使茶叶粘连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还需多次将布巾摊开，打散茶叶，以散出热气。这便是团茶的精髓所在。传统的团茶多为球状，而景谷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制作出月饼状、碗臼状等形式各异的团茶。2017年，景谷的团茶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赤叶子、川叶子、美鱼叶子、鹅肚子、美鱼叶子穿不成裤子。这首流传在景谷的顺口溜，道出了当地茶农与茶叶之间的不解之缘。景谷的老茶树在人们的呵护下焕发着勃勃生机，绵延了1000百年的茶韵始终陶冶着景谷人的情操。
坐落于景谷境内西南部的正兴镇通达村，是当地彝族传统的聚居村落。正兴镇文化广播工作者李柔莹常常来到通达村，调研当地独有的一种彝族民俗舞蹈——绵羊舞。通达村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古时，一对名叫董坡和李苏的神仙眷侣，在元宵节那天装扮成牧羊人来到通达村，恰逢由恶魔变成的一条巨蟒正在吞食家畜，毁坏庄稼，村民们惊恐不已。随即，两位神仙指挥着羊群奋勇出击，一番大战后赶走了恶魔，解救了通达村的村民。自此，每逢元宵节、火把节，通达村一带的彝族村民都要用棕榈叶、树杈等材料扎制成羊头道具，随后聚集在寨子里表演绵羊舞，以纪念传说中的董坡和李苏，传颂他们扬善除恶的美名。这项民俗表演的重头戏通常在晚上进行，羊群挨家挨户拜访村民，他们围绕着插在院子里的松树枝跳起绵羊舞，意在向主人家送来吉祥安宁。随后，主人家将提前准备好的糯米粑粑献给羊群，以示感恩。这是一种祈福的一种祭祀舞蹈，为了就是寨子里经济平安。随着通达村村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人迁居到城镇，留在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要组织一场完整的绵羊舞变得越来越困难。2010年，李柔莹开始在正兴镇大范围的寻访村民，动员大家传承家乡的绵羊舞。2016年，李柔莹组建了一支拥有20余名固定队员的绵羊舞表演队，每年他们利用农闲聚集排练，渐渐地将绵羊舞发展成为一项独具地域特色的彝族舞蹈节目。在激昂的伴奏声中，代表神话人物的羊倌手舞足蹈，被追赶的羊群时而四处乱跳，时而聚作一团。这些模拟羊的肢体动作惟妙惟肖，奔放热烈。传统的绵羊舞狂放有余，却缺乏韵味与节奏。李柔莹便尝试在表演中融入其他的彝族舞蹈元素。三跺脚是一种广泛流传于普洱市的古老彝族舞蹈，这种舞蹈的特征是随着节拍重复跺脚转圈，动作由慢到快，越发紧凑，富有强烈的感染力。李柔莹从中获得了灵感。如今的绵羊舞创造性地吸收了三跺脚的舞步，从一项原始捕捉的民俗表演蜕变为极具观赏性的彝族舞蹈艺术。它主要是一种彝族的一种舞蹈，就是我们这边跳的三跺脚这种步伐，这个动作来做一些改编。景谷的绵羊舞表演队曾在普洱市第一届茶花奖群众文化艺术展演暨农民工文化节上斩获大奖，也频繁受邀参加云南省的各大演出。
从高山密林到华丽舞台，古老的民俗传承至今，始终诠释着彝族百姓的家园情怀。景谷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地貌以山区与半山区为主，这里光照充足，降水充沛，全县森林覆盖率为78.33%，人均拥有林业用地约20000平方米，是中国人均林业用地面积的10倍。看好这个吧，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程师傅周明，正在通过智慧林业云服务平台查看森林区域的实时状况。这项技术能获知树木是否发生病虫害。思茅松是景谷最主要的森林植被树种，这种树木分泌出的树枝含油量高，杂质少，是制造油漆、肥皂等工业产品的极佳原料。自古景谷人就有采收松枝的传统，1972年以后，人们开始规模化采收外销，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景谷一度成为云南省松枝产量最大的地区。然而人工采收松枝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下，单靠纯体力劳动获得经济回报已不能满足景谷人的需求。面对着漫山遍野的思茅松树林，景谷人一直探寻着致富的出路。二师，傅周明常常带队来到山林中检测树木的成熟度以及品质，达到标准的树木将被砍伐，用来加工成一种极为常见的工业原料纸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纸浆生产企业屈指可数，产能不足，大量的纸浆原料需要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委派专家组对中国西南地区多次考察，森林资源充足、地缘优势明显的云南景谷被国家选为兴建大型纸浆加工厂的地点，由此成为云南省山区林业改革示范县之一。在这次发展机遇中，思茅松又一次成为了景谷人的摇钱树。作为中国境内的松树品种，其木材用于制浆造纸品质上乘，经济效益十分明显。自1998年开始，景谷人在保护原有思茅松的基础上，开始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思茅松造林行动。傅周明眼前的这片松海是景谷境内第一片用于提供纸浆原料的思茅松树林。21世纪初期，在云南省林业专家的指导下，傅周明和同事们历时5年，建成了全县首批共40多平方千米的思茅松工业原料示范林，为日后景谷人的纸浆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然情况下，思茅松容器育苗的成活率不高，景谷人却掌握了一种独特的培育方式，使得思茅松苗木的成活率提高到98%，这就是菌根土育苗。从成熟壮硕的思茅松根部挖取一些土壤，去除杂质，这种土壤富含名为菌根的真菌，能促进思茅松苗木的吸肥吸水能力，从而提高其抵抗力与成活率。
通过可控的采伐与种植，一片片拔地而起的丝毛松林，为景谷的纸浆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原料。如今，中国西南地区规模与产值最大的纸浆企业就坐落于景谷境内，纸浆制造已发展成为景谷的支柱产业。纸浆及其制品不仅享誉国内，更远销越南、缅甸等十多个东南亚国家。大自然的馈赠，蓄积着无穷的能量。景谷人凭借着勤恳与智慧，将广袤的绿洲耕耘成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绿色家园。这是一种盛行于傣族群众间的古老民俗活动，名为傣白象。身着华服的人们将象征着吉祥如意的竹制白象迎入院内，以虔诚的祝福感恩上天的赐予。每年上百场傣白象活动，堪为这方山水间的绚烂风景。它向世人展示着云南景谷的独特韵味。从象脚鼓舞到绵羊舞，从帕照底混到傣白象，在这片处处流传着美丽传说的土地上，景谷各族人民欢愉地劳作，耕耘出千里松海，万亩茶园。景谷，这座昔日的边陲小城，如今已蜕变为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之地。